新手爸爸的洗猫记，过来。哈哈，阿少，平常不是很爱去浴室玩，平常不是最爱爸爸。下班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自己清理，然后所以那个有长什么蛆子啊、跳蚤啊，都会在下巴这边。他们难得可以来浴室，不然玩一下好了。平常不是很爱过来浴室。对不对？嗯。用这个毛巾的时候，它不会粘在一起。嗯，它毛好像。你之前用这种洗头浴的毛。都会纠结在一起，但这个洗起来比较松，有没有？对。对，还不错。阿扁，哎。是你最爱的宝宝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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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来毛好痛，变好大一只哦！大饼看镜头，大饼，大饼，耶！